吵什么？现在几点了？你发什么火啊？没那么晚。香不老，吵得人家不得安宁，都这么晚了。什么？吵什么吵啊？这才叫吵呢！见鬼！娘！只有到了深夜，他才能静下心来，觉得自己融入了满天繁星的世界。由于整个晚上他都在仰望着星星，所以才会……哎，很危险，快醒醒！别老是看星星了，你是大人了，该好好考虑自己的事情。最近你的工作不太好啊。对不起。你的饭盒，谢谢。你好像有烦恼的事情啊。最近在街中有很多霓虹灯，可是到了晚上才能看见天上的星星，所以我现在的工作很不顺利。叔叔，你看星星吗？嗯。每天都看吗？是啊，每晚。为什么？我真想把一颗星星以我的名字来命名，叫做福信彗星。嗯。而且星星洁净而美丽，地球上有那么多人，吵死了。下次你也来看星星吧，美极了。啊，今晚肯定会有好事的。那，拜拜，拜拜。再见。已经深夜两点多了，尽管如此，福信仍然在观察。啊，这不是星星，不得了了，是宇宙人呐！
快开门呐，快让我打电话。喂喂喂，吵死了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什么事啊？不好了，宇宙人来袭了，快给奥特警备队打电话。见鬼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宇宙人啊？救命啊，小偷，有小偷。啊，是奥特警备队吗？对，我是一个市民呢，有急事。什么？你是市民？啊，知道了。啊，是世田谷区的福信先生吧？是。嗯，有圆盘信来。计算了吗？好，谢谢。请告诉我具体的数字。东经是139度40分。北纬呢？角度32度。大概什么时候呢？啊，知道了。好，谢谢。天文爱好者来电，发现了圆盘，观察地点是东经139度40分。北纬35度40分，角度32度，报告的相当详细。我们的观测班呢？啊，喂喂，观测班吗？有关圆盘过来的事，啊，是吗？没什么异常。好，知道了。好，就这样。队长，基地的观测班说也没有发现那种事情。果然没事啊。还是出发去巡逻一下吧。先那么做吧。那种电话我们每个都相信的话。队长，接到那个电话后又有很多天文爱好者打来了相同内容的电话，通讯部打来的。喂喂，请向打电话的人好好道谢，现在我们正在调查中。啊，是东京天文台吗？我是奥特警备队的。啊，是东京大学天文台吗？啊，对啊，啊，是奥特警备队的。没有什么事，我们想了解点情况。看到海市蜃楼了吗？是这样的。好，知道了。好的好的，好，明白了。肯定，非常感谢。好，非常非常感谢。好的啊，队长，东京天文台也没有观测到异常的现象。好的，知道了。东京大学也没有。好了，大概是搞错了吧。那些业余天文爱好者可能把某个气象状态看错了。哎呀，是不是觉得很浪漫呢？星星比平时多了。福佳，请给我看看天文爱好者的资料啊。奇怪呀，不是没发现吗？有什么奇怪的？哦，星星比平时多了许多呀。原来是你们呢。你在想什么呢，叔叔？昨天晚上你发现什么了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表情很奇怪，我只是问问，我想你可能发现了什么新的星星。是吗？没发现星星，可我看见了圆盘，但是他们告诉我说我看错了。奥特警备队吗？啊，我是最早打电话的。昨天好几个业余天文爱好者都看错了，好像是由于某种气象状态，地上的光线反射变成了圆盘的幻象。叔叔，
今天还会看到圆盘的，也许是新的星星呢。再见。拜拜。可能是在东边的天空。哎呀，圆啊，你昨天也太过分了。哎，他毕竟是个孩子啊。啊？什么呀？他是大人了。他竟然还说什么星星啊、宇宙人呢、啊？我就担心不信的事。吃吃吃，别胡说八道了。什么？阿元，好了好了，阿元，你看你一说你就生气。下次他要再干的话，看我不宰了他。哎，知道了。见鬼！昨天晚上你干的好事。哎，好了好了，阿元，下次你再影响我的话，看我不砸碎你的双眼镜。那是个望远镜。真见鬼！圆盘呢？是宇宙人，是圆盘，是宇宙人，是圆盘呢？是宇宙人，是圆盘。这么年轻，怎么会发疯呢？今天我可要……是圆盘呢？是宇宙人，是宇宙人。喂，阿信，你打扰了多少人？我不会原谅你的。等等等等，你看看这个，看看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看不见啊，看不见啊，眼睛看反了啊。快去消防局，快去消防局啊。不对不对，阿元，是奥特警备队，奥特警备队。对了，拍照片。这下有证据了，队长，是昨天最早发现圆盘的福姓先生，今天他有证据，带来了拍有圆盘的底片。那么先把他拿到摄影班去吧。是。啊，好，好，谢谢。这下可结束了。昨天和今天打来很多电话。可是，在天文台和其他观测所都没有发现异常情况。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太无聊了，奥特警备队就会相信这种胡说的电话，还要出去巡逻？没事儿，不就更好吗？我们的工作越是白费，不就越说明地球上和平吗？队长，福井先生带来的胶卷冲出来了。不过没有发现什么。正如我所料嘛。以后还有这种报警电话，就让宣传部负责吧。队长，这就对了，到时候影响工作就麻烦了。星星很多嘛。是。什么奥特警备队呀、啊？我亲眼看着呢。算了算了吧。有可能是我们看错了、竟然说照片上没有发现异常，请你们回去吧。哎，不信那些家伙肯定觉得脸没有处放。见鬼，起来，我让你起来。起来，开门啊。哎，你给我安静点，人家怎么睡啊？对不起。圆盘来了，宇宙人来了。阿元，宇宙人来了。阿元，圆盘来了，宇宙人来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别发呆呀、
我呢，性格懦弱，唯一的兴趣就是看星星。是吗？我做什么事老是失败，还老被人家骂，我真讨厌其他人。那有没有对你好的女朋友呢？哼，你是个小孩也懂。哦，一颗星星。啊，星星真美啊，真想到星星的世界上去。叔叔，我能满足你的这个愿望，我会带你到星星的世界里去。在星星的世界上生活，与世无争，谁也不会说我。啊，这是做梦，是我在瞎想。我让圆盘给迷住了，竟然还给奥特警备队打电话。如果我的望远镜也能看到，警备队和天文台就能够看得更清楚了。我回来了。不、哦，你家是卖望远镜的吗？是便宜货。不，这些望远镜太好了。店里没有人吗？你妈妈呢？是，马上就回来了。啊，太好了，我一直想要。送给你。你说什么呢？你爸爸会骂你的。啊！喂！喂，你过来看这个望远镜啊！你来看看，过来看看，能看见这些圆盘吗？快来看看吧！我不看也知道你看见了。嗯，用更大的画面给你看一看好吗？哦，那个，这是百家所星第六十八。这是百家所星第六十八。佩洛林卡星为了侵略地球带来了圆盘。是这样。你看到的东西是真的，奥特警备队和天文台不相信你，那也是很自然的，因为我们把圆盘都伪装成了星星。你的超乎寻常的灵感看清了圆盘，可在专家的眼里只是普通的星星。我们的作战计划就是要使人类放松警惕，也就是要转移奥特警备队和塞文奥特曼的视线。我们希望尽量和平地达到我们的目的。狼来了，我们一次一次地叫，时间一久谁都不相信了，然后真的狼就沉寂而入。我们也很熟悉地球上的童话。这是地球上一般的电话机，你就试一试吧。就说我现在跟宇宙人的佩洛林卡星人说话。对，就这样。啊，是奥特警备队吗？我是福信呢。啊，难道你这次要问宇宙人的习惯问题吗？喂，啊，是宇宙人。谢谢这个资料啊。啊，请放在那儿吧。喂，啊，那好，再见吧。你看，他们已经不相信你说的话了，他们没有把你的电话转到总部去。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，专家总认为自己比业余的正确，我们就利用了这个转移他们的视线，然后轻松地把很多圆盘送到了地球上。啊，那么我会实现诺言的，因为你很讨厌地球，我就会带你去星星的世界。我已经带了很多地球人去星星的世界了，
也许你身边有人会在某一天消失得无影无踪的。如果是星星瞬间的闪光，根本拍不下来，那是什么呢？这不是星星。确实是伪装成星星的圆盘。因为它是异常的发光物体，所以一般的照相机也能拍到。队长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警备队和天文台的观测机因为强烈的磁和那个叫什么，不透视屏障，对，不透视屏障，所以能看见的东西也看不见了。你们不懂吗？宇宙人要进攻了。这是福信的声音，他问了别人他不清楚的问题。录音当中有另外一个人的声音，这另外一个人是谁呢？好了，知道了。紧急集合，紧急集合，检查机械，团和索加马上出发巡逻。是。的青年啊，我一直这么看的。是啊，你们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，哎，太棒了，就是，是啊，好样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Thank you.